这个女性影展今年是第17届了哦。这个漫长的17年，他们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真的是我看着他们的成长，然后一年好过一年哦，在台湾已经非常有规模了，然后在世界各地也都开始这个在世界上已经开始串联起来，就所谓的女性的影展。我觉得我非常敬佩他们，那也非常荣幸这一次能够在他们的这个片头宣传里面做一个角色的演出，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我也祝福他们。又刚好有这个机会，在2005年啊，我自己拍的导演，我自己做导演的一部片子叫《美丽》啊，能够很荣幸也是做了女性影展的开幕片，也是因此这样子跟女性影展做认识了，然后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各方面的优秀。那我自己还会不会做导演啊？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让我知道做导演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然后也让我更能够理解导演是他们的辛苦，以及会以后我拍戏我会做一个更好的演员，然后因为这样会对导演来说会更好的配合度祝福你们这个一年好过一年，这个越来越在我们这个女性全世界的这个女性哦能够带出一个新的潮流来我祝福你们。